近是他们新开的 Pixie， 这个真的很，我带你们去看，超特别，你们一定没有看过。哇！Chamber， 今天我们来到了河滨码头夜市。那记得去年的时候我来到这边过水灯节嘛，不过我没有带你们仔细的逛过这附近周围。那最近他们也新开了一间 Big C， 在我身后我们好像也还没有介绍过伴手礼给你们，那我们今天就顺便一起进去看一下吧。Is it Hello Kitty？ 好丑，别的No tourists like to buy this. What? Really? Have you been tried this? Never. I have. When I was so young, my family used it. 然后我们也喜欢买这个，这个我也推荐可以买夏天的时候，我觉得喷雾比较方便一点，也很好携带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现在也会用它。我其实之前爱用品就一直在骂他们，但是它其实是真的还蛮好用的。像你就可以混这个啊 ，All Day Fix and BB Cream。然后再混一个亮粉的这种，然后混在一起用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看到这个，之前有人在网络上介绍，想要买一个排毒还是什么来试试看。Every 2 seconds, still one pack。哈。跟马瑞其实啊很少来 Big C， 然后我们平常也没有什么吃零食，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推荐一下会买的饼干好了。这个超好吃，大家一定要买。我之前一直介绍过的，这个是面康口味的泰国黄色开胃菜，这些调味料混在一起，它吃起来就是有点柠檬味、香茅味的感觉，酸酸甜甜的。所有乐事我就是只推荐这个，因为我在这边看就是 BBQ 啊，然后不然就是海苔。I recommend this。法瑞最喜欢的是这个，它里面真的是有干辣椒的，然后它很辣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但它我觉得吃完会大水肿那种。Which one do you like to eat with beer？看起来太辣了吧 ？That's very spicy 啊 ！My pay my ally 啊！在花生的部分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嘛，我会买的口味就是这个 wasabi 的，所有口味里面最好吃的就是这个。我从来没有看过 Barry 买这种打泡做 pokey 跟冻洋菇的 pokey。It's not a pao, it's love. Really？ 从我以前就一直认知它是嘎泡诶，就它是辣泰国的东北菜，它味道就是什么柠檬啊香茅加进去的一个凉拌的肉末。 When I was kid I love to eat it but I don't know why I hate it. I don't think I wanna spend money for it anymore. 第一次来到泰国的时候，我买了大概两三罐还送给朋友，我每次吃炸鸡我都要加它，超好吃，它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酱。南京鸡咩粉哦，在台湾我不知道它现在还有没有，就是这个咸蛋黄泡面超好吃，跟宝瑞之前狂吃猛吃。Did you remember 2 years ago? Bought a lot and eat it every day. Try.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很辣，我们还要再加那个韩国的辣鸡酱，再加一点点进去，试吃员超多，他一直给我们试吃，然后拿着那个肉的整个新包装打开给我们吃，我吓到。那我还试吃了这个跟这个米饼。它上面应该是焦糖吧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有一种很像麦芽粘牙的感觉，还有米饼脆脆的口感。这间 Big C 大概有3-4排以上都是在卖水果干的，但我刚看到一个我觉得很特别，我其实之前在拍 Icon Sound 那支影片的时候在超市就有看到，后来我也忘记了，我带你们去看超特别的，你们一定没有看过，就是这个，你们看它这个模型看起来就超好吃，它这个是哦，这是榴莲的芒果 Coconut Milk， 这个是 Honey Mango， 光看这个模型就流口水。I want to do it。他们是那个金枕头榴莲哎 ，and they have this value pack， 买五送一的，它一包是145，如果你买这种的话，它一包是120块。They also have honey mango。这里的话是罗望子柑，然后之前我就是觉得它长得卖相不是很好看，我就买回去台湾整我朋友，但它其实味道是不错，它就是这样子一盒的，我觉得如果要买的话要买这种有果糖粉的味道会比较好，它有点像蜜饯的感觉。真的好吃，我刚刚还有试吃这一个康纳的椰子巧克力饼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可以买，但它小贵，一盒要135块。Here? Yes. But lobsters, 3599. 他们有卖生蚝啊，一些海鲜烤虾之类的。居然有活龙虾跟大头虾，生蚝跟扇贝。
刚从 BC 出来，买了一大堆的东西，找了一个室内的，有点像是美食街的地方坐。然后这里冷气超强，你们看到头发吗？它冷气孔在那边，而且还有好几个，每隔大概100公分吧，它就一个冷气孔。给你们看我买了什么东西。我买了一个这个米饼，我超喜欢吃这个的。再来是我很想要试试看的竹贴，这个薰衣草的是舒缓压力，然后助眠跟养颜美容。椰子饼中间是巧克力，这个超好吃的。再来是我们买最多的芒果干，这个分量真的有够重的。榴莲干，我想要先来开这包吃。哦，它是这样子独立包装的，这样就携带超方便。因为我刚刚其实看到很多芒果干，它就是全部变成有点像是真空压缩在一起，可能一打开的话，你就会直接接触空气，然后你要把它封起来就很麻烦。它里面有几个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它有6包，好可爱啊！它是这个猴子，哇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椰奶超浓郁。它上面这一层是很厚的椰奶，但它吃起来有点像是巧克力。芒果干是很自然的甜味，而且它带有嚼劲，然后中间有点 Q 感，像白巧克力放在芒果干上面。它上面还有这种绿豆仁，靠娘蛮旺啊！它 too sweet， 有惊艳到我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适合送人。果干的厚度我觉得是很好入口的，不是那种很难咬的。I wanna eat durian, I love durian more。另外一个买的是 honey mango， 然后它里面是放皇家蜂蜜。它是黏黏的那种，好吃吗？honey， so good， 也很好吃哎。它蜂蜜味超香 ，I never had this kind of dried mango， 超好吃的。再来是榴莲的 ，yes， 我觉得这个东西买回家送人很适合哎，或者是就你可以买一大堆不同的，然后分给朋友。它是做这种冷冻干燥的，整个把榴莲浸到那个椰奶里面。好榴莲哦！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榴莲制品。我比较喜欢吃真实的榴莲，但它这个好好吃，又混合了椰奶的味道，它不是那种很化学的加工感。我们刚刚其实，在 Big C 里面有试一些比较普通，就是一般的冷冻干燥榴莲，但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更特别。夜市都没有什么人类，结果这边其实蛮多人的。我刚吃超多芒果干跟榴莲干的，我大概开了有4、5包以上了吧。说店家都倒光，虽然是有些店是没有开，不过我觉得晚上气氛其实还不错。身后的这艘船，全部都是饮料，超多的，看到烟火了。问他们说他们的 cocktail 有什么口味的，有推荐什么，然后他就去拿 menu， 结果他的 menu 给我拿来珠光宝盒。环境都超舒服的，而且最近晚上啊都会有一些风，我觉得还蛮凉的，不会很闷热，反正在相机在后面拍不停，拍不停。我喜欢，我猜法瑞不喜欢。我们点了2颗生蚝，好久没吃了，好好吃，好吃吗？马瑞不见了，因为他跑去大拍特拍。然后刚刚我们送上来了一盘青木瓜 fries， 我以为它是薯条上面淋上青木瓜沙拉那种酸甜辣辣的酱，但它是直接把青木瓜炸成像薯条一样，来试一下。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炸金针菇，但中间没有那么难咬断。两道鱼料理都来了，一个是 taco， 看起来超饱的，我们两个人各吃两个就饱死。而且我们眼前啊，一直会有那些就是游轮船上餐厅一直经过，他们看起来要超嗨的，好吃哎！它鱼肉很大块，它是炸鱼肉，然后放在塔可饼里面，塔可饼蛮有嚼劲的。Let's try this。
鱼的酱好泰哦，红萝卜泥，但它有加一点椰奶的味道。把 Rim 跑到楼下去拍影片，他说楼下很夸张。我其实，在 Google 上面就有看到了。What happy story is from like a loyal family, some loyal family boy.法瑞刚刚有问服务生啊，为什么我这一区有时候会放烟火？因为从我们家那边都看得到。他说其实是因为有人可能结婚啊，或者是办活动的话，他会有烟火。他们不是随便会放的。我们结婚，典礼 ，firework。慢点，后面有人来救我。你呀，我不要。那太好了吧，送一盘甜点给我们呢，是芒果起司蛋糕，里面是有芒果的果肉呢。这蛋糕有点像是慕斯蓝的，然后中间夹的是还蛮冰的那个芒果果肉。阿瑞刚刚在拍照拍影片，然后我们又吃饭，现在已经10点了，我没有想到会这么晚，不知道里面的店还有没有开。其实很多店都还有开着，哎，餐厅也是。那里面的巷子啊，还有外围都很像茶都茶会卖的东西。Marine, it looks so good, but it's closed. They have anything? Marine, you can't know now. You can't know more. Oh, here. 好好好。今天来啊 ，Durian 哦，马莫。Durian.Let me take a bite. Mine. Please. 我觉得这个芒果干应该是下一波会爆红的伴手礼。Last one. Last one. 啊？原本是想要找一间我看其他 YouTuber 影片有拍摄过的一个伴手礼纪念品店，但我现在找不到，不知道是它关了还是。我原本要转过来上厕所，就马上找到我要看的店。我想看，有那种香氛石啊，哎，so cute。嗯，它是香氛石，然后旁边有个精油。Can you explain more what they have? 很可爱，有不同那种造型的，还有这种大象的，我超想买耶，超可爱的。是啊，在上个月跟上上个月，我都有台湾朋友说想要来河滨码头夜市，但老实说啊，我都跟他们说不建议，因为我会觉得这边的东西有些店关了，然后有些店也是卖一些伴手礼很无聊的东西，然后餐厅也贵。但是我这次来之后，我自己觉得还是可以来，就来感受一下气氛很舒服。像是刚好船餐厅，虽然价格是蛮贵的，不过整个环境啊、拍照什么的就很开心啦。什么料啊？原本想要再带你们到处晃晃的，结果我们在那个船餐厅太久了，太舒服。那现在已经11点了，我们要准备回家了。如果你喜欢的影片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寄了两个给你，一个是椰奶芒果干，一个是椰奶的榴莲。对，好想吃榴莲了。说实话，好好吃，因为我没有吃过一般冷冻干燥的。一般就是有榴莲味啊，可是它就是做了一个椰奶在外面包着。我觉得一般的会比较重，可是它也没有到不重哦，只是那个真的很好吃。好了，我下次寄给你。我们来吃芒果的吧，欸，芒果的很可爱，它是一半的，半特。而且我以为它会很甜，因为它放椰奶，但它没有很甜。它没有到很甜，它是也没有到很酸，它就是很刚好。哎，很软。你觉得很软哦？而且它没有那种。你跟玛丽都喜欢榴莲的，然后我是喜欢芒果的。那对呀，那要先开哪一个？我先开这个好了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再给我开亏了。哎，真的是哎，别哭，在那边色气。你要吃椰奶的部分啊。它没有椰奶的很扎实哎。对，它没有那个很难咬的纤维感。但它口感就是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就口感很，不可能三口就吃掉吧。而且店呢，一柜空出来就很像热带鱼的感觉，是一大包，然后这样子包装，一包里面有5-6小包，方便呢。我很怕一次只有一包芒果干，然
吃不完，然后宅在感想。对，我就是觉得这种很方便。想要吃一个单独的，像比如说野菜，在外面什么的，上班的时候，他就放包包。我没有吃过的鱼干，我第一次吃的鱼干。很流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他会傻眼。那如果冰在冰箱，那还是更好吃的。我也是在影片这样讲，我就觉得感觉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吃，应该很好吃。再来一下，很浓郁的榴莲饼干，很好吃哎。那榴莲跟芒果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我两个都喜欢。一定要选。一定要选，那是榴莲。你选榴莲？因为榴莲的味道都是高级感啊，因为芒果就是酸酸甜甜，然后椰奶包装的很像巧克力的感觉，可是榴莲就真的是高级味。